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同大家介绍我的新年玫瑰福袋。咁呢玫瑰福袋入边有啲咩嘢咧？有三样嘢，第一就系玫瑰纯露啦，第二就系玫瑰修护面油，第三就系玫瑰润唇膏。咁佢嘅价值原价系430蚊，而家只需要328蚊就可以买到啦。咁点样用呢？咁玫瑰純露就是由保加利亞直接運過來香港，所以是可以用在護膚，我洗完面之後噴面，或者護髮，或者加入，我這隻是可以飲用的，就加入水或者茶之中就變為玫瑰花水或玫瑰花茶。另外呢，有一支修護面油是又加了 3% 的玫瑰精油下去的，那個底油就是好好巴油。玫瑰精油大家知道很貴的，它的萃取量是很低，所以是很矜贵的，就是保加利亚的玫瑰来的。那怎样用法呢？就是我们洗完面之后喷玫瑰纯露，当个块面仍然湿的时候，我们就将一至两滴的玫瑰修护面油擦在面上推按到吸收就可以了，是很香的玫瑰味，用起来就会令你觉得啊，很幸福，很舒服的感觉的。咁另外呢支就是玫瑰润唇膏啦，玫瑰润唇膏就是用了乳木果啦、可可脂同埋牛油果油，再加玫瑰精油做成的，咁就好滋润啦，就防止你嘴唇爆擦啦，同埋有淡淡的玫瑰香气啦。咁一 set 玫瑰新年套装咧，只系呢段时间先有得出售嘅，过新年就冇噶啦。所以如果你谂下，买一份礼物给自己和你的闺蜜啊，或者你朋友啊、屋企人啊，都是一个很好的新年礼物咯。咁就趁住新年前就记得买啦，新年后就冇嘅。咁呢份咧就原价430蚊，而家特价328蚊就可以买到噶啦。好多谢各位。